这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，也是拥有两块世锦赛的金牌巩立姣。出手，按个第二投，出手，这都不错，这投我感觉比第一投更好，19.84米，比第一投有进步。看看第三投，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最佳，这一投也不错，真是每一投都有进步，20.23米。第五投，这投可以，速度不错，20.39米。